港口的运行是叫自动化的装卸，智能化的生产，需要后面还这个把所有的指令所有的信息把它收集起来，整理好了以后输入到我们计算机系统，然后呢由人工智能的由我们的智能系统变成一个个的作业指令发送给所有的这个现场作业的这些设备，然后现场作业的设备在无人的情况下面，他们实现了有效的高效的安全的自动化的运行。